other boss?500年了，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 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 他这巨型散器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，他刚才的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些来用。啊，这不是谁能变成last人escape？ Good dog. 巨型散器，无痕无迹。